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全境封锁。我有看到炸弹呢、啊，炸弹好痛哦、啊，声音那么大。长弹夹。找到进警察局的通道。进警察局。这个弹夹增加的蛮多的。长弹夹很好哎、欸。我得到的是三，可以加34%的那个弹药容量。啊，先用电源。我现在本尊就缺了长弹夹、啊，就可以再提升一些 DPS。启动。哇！可以进去了吗？这个任务是之前有打过，应该不会有人吧？有啦！哦，不要！啊！闪兵来了！闪兵来了！该死，炸弹！你后面有闪兵哦！我后面啊！吓死我了！我闪兵应该是跳伞的那一种，闪亮程度闪兵呢、啊？还有什么分？降落伞的话就降天降奇兵呢、啊？天降奇兵！哇，炸这个紫色根本抓痒啊！那还不如用控场效果了。投影片，投影片，打到了，在这里。Civilian secure. Hot damn, you did it! You're gonna be a hero around here, you know? Yeah, 英雄。那我们什么时候会内战？啊，有武器高，18等了，耶、yeah, ！我们都18等了。对了，你们有没有要买那个秘境探险啊？应该是没有吧，目前没有这个打算。我是没玩过这系列游戏啊，不过倒是要玩玩看一下。飞机吗？你要买啦？应该。可是如果没有人看的话，我可能会玩不下去，真的。我们就去下一个安全屋，这个叫什么？病房，去那边整理东西，然后准备打主线任务喽。今天升等很快速。前面有敌人哦。哪里哪里？有敌人，我被击中了，流血而死吧！金曼怎么了？受伤了。被谁打上头了？有狙击手吗？有，在前面。哇，狙击手怎么出去的？我的意思。
就沿着路走就可以出来。有变强，我怎么会知道？这边居然是任务哎！要打吗？在哪里啊？现在都来了。Morning,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 等那边要出怪喽。啊！那么多什么？闪避来了。啊！闪弹，闪弹。我不丢他，他就丢我。血，我来。敌人在哪？敌人。Warning, hostile forces approaching. 哎。好好，在上边啊！可能是因为今天看直播的人比较少吧。等我啊，没有什么人才啊，我来了！快快换我，快死了！等我，去打地雷！去打我！我打不死。哇，他打我好痛！还有一个、Area secured. Uploading data to JTF. 哎，你被打到炸掉。Serious work there.哎，你们还有被攻击吗？好。前面有敌人，不知道在哪。右边。Okay, agent, I've got a little special request for you.Looks like we're running a teensy bit low on UV filters. You know, the things that kill the virus at our check-in stations. But the good news is, we discovered three more. You just have to pick them up. 也太臭了吧！秒秒那个，我秒完了。不是因为这边怪烂呢、啊，还有好不好？你们都记住，你哪是新手啊？那边啊，哎呦哎呦！谁打我？哎，后面有狙击手。后面的屋顶上。来。我才离开一下，就剩一个。来。哇，他被我活力压制了！哎呀，你那么活力压制啊！我需要打，我要连带炸他好，炸不到哎、欸！哦，新马打上去了！哦，冲锋！啊，我又把他救出去了，小心！你为什么没撤？就按了就会可以补自己的血啦！啊，没出去！啊！跑去哪了？突然被炸了！而且我要死了。嗯。拜拜。我嘞。我嘞。我嘞，我嘞，哪有危险？啊，有人！这里是什么人？这
哦，这是怪什么？哎，等一下，哎，天哪，好！有大爆吗？怎么在副本外一直躺在地板上呢？啊，好痛哦，有狙击手。在哪里？不知道，因为我突然被打很痛，就感觉很像有狙击手。这我没有看到，我又死掉了。回来。爬，我爬，我爬。小心，你们在被炸！我爬，我爬，我爬！啊呀呀！我木马不太好瞄准呢。怎么炸你好了？没有炸到人啊！滚球！伤害不高、哦，还剩下一个人，真的是狙击手，就是你刚刚射我一枪很痛的。你给我三下吧，掐死你！算了，我们拉他回去啊。我们就继续前往那个嘛，病房啊。在左边，很多字，赶快闪，赶快闪！啊，太多了，太多了，也太多了吧？太多！我要打他吗？不打了。哎，我旁边有人呢。耶！平台复活，哎，有金色的耶，两边都有人啊，小心！下次来客，哇！可恶，这样被包我要怎么办？有黄色的哦。应该是路上了，找到你们了。啊！我又把它丢出去了，连带没有放好，可恶啊！在地上爬了。哎，这样我们会不会灭团啊？你先爬过来吗？我正在爬，可是我时间快到了。啊！死在这，没有三只了。他们冲过去了。啊！哦耶！你们怎么这么……这里的敌人怎么这么强？明明就是副本外。他们都是十九等的。No！我去叫你
玩灭团。我觉得等一下，因为经过这里，我们用冲的冲过去好了。啊，就那个，如果穿到这已经穿在身上的那个装备就不能卖吗？穿在身上的装备可以穿的那种，穿在身上的不已经目前已经穿在身上可以直接卖掉吗？要脱下来才能卖。哦。就在这边整理吧。A C R。好像有比较厉害，就换过来吧。五分时间。这绝对会是一个大买卖。开始积太多东西了。好，我们冲吧。我们还是要冲一次。太敵人啊，有敵人啊，有敵人啊，有散彈啊，我快要，哎呀，你根本就是在耍耍子彈。哈哈哈哈，我又在地上爬了，救我救我。耶、yeah、现在是什么情形啊？我们一出来就遇到现在是我们被你抛弃了，你自己一个人跑去不知道干嘛。我当时跑去为了让你们可以方便舍得跑的时间传送过来啊。不行，我们还是要再跑一遍。你妈表示那我的记忆在哪里？没有。完了。等一下啦，眼睛翻。短弹夹，还有短弹夹，防御了。什么？我要被揍了？谁啦？打你啊？谁啦？又是散弹，我又死掉。啊！今天是怎样？一下的技能。后排在后面死比较多，等一下副本里面就会死比较少。按了。说不定啊。为什么？在哪里啊？为什么觉得那个安全？我的还在啊。好，等一下不要打哦，冲过去哦。我不跟他们打，冲过去吗？对啊，不然那么强，我们哪打得赢？他们还会在吗？应该会吧。我已经看到前面有人了。Everything okay? Whoa! 是意外的，还蛮安稳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Alert! Intercepting JTF radio traffic. 不是，我相信他们会自己发挥他们的能力来。他们在等我们下次经过的时候就叫我们。Tracking signal. Analysis complete. Uploading coordinates.我说那里有个圆圈圈往那边钻，可是好像不太好。啊，我们也到了。啊，为什么有人死在这？为什么有人会死在安全屋里面？你妈，你干的什么事？而且我复活了，就不见了。啊，命案现场有辛巴，最大嫌疑人。不是我。逮捕。你人。就是你。是你欸，不能举枪，可恶。啊，刚刚整理过了。
I've got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here, but the place is crawling with them. The situation here is going from fucked to FUBAR. We need backup. Do you hear me? They're getting closer. Oh, crap. The Warrengate power plant was built in the 20s, back when people thought about building things that would last. Right now, it's also the only source of power for most of Manhattan. That's why we sent a team over to man the place. A team we lost contact with. The last few messages were full of Rikers, so I'm thinking they're at risk. And so are the generators. If we lose them, a lot of people's lights go out. And if we lose those people, well, we're not going to.如果那边被亚克斯搬毁了，我们就没有电了。要开始了。没有办法，他就强迫我们开始。就强迫。啊，就要回那个游戏买东西。走吧。 Warning. Now we're exiting the safe area. Come on. You ain't from around here, so you probably don't know about the Iceman. Went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a few years back and killed a couple who ran a dry cleaners. What is it back? Iceman. Probably a cool thing. You never know, right? So prove me wrong.我一枪差不多一千吧，我打中头了。哎，怎么炸到一只？不要这个了，去吧。哇，他没有办法穿过障碍物，他是炸了一个遥远的人。 这样有点太远了。哦，谢谢。太拼了。哇，被飞成你了，飞回来了。 右边有一只哦。小咪，我看到工具箱，你去拿啦。我还没，不用拿吧？那个工具箱是武器的耶。我不要拿，我要拿。哪里有武器？呀，我看到了。我还不给你先发现，嗨。哈哈。
他已经开战兵人了，我赶快过去帮他，炸飞你们！他出来了。 耳鸣，应该是我自己耳鸣。好啊，我的年代好了，炸飞你！好痛啊！啊，我尖叫哟！ 去星巴那边吧。 装是我的，就你拿了我的一个装之后，另外一个装是你的。有这种事？对啊，刚刚三个人一个就是多一个蓝。不给讲，不给讲。那黑鲨显示窗好不好？不给讲，他又不会强，对我的东西。不给讲。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